2020年建筑物小型工程修订规例已经生效，业主或者租户如果想在物业内搭建小型示意设施，例如花棚架、伸缩檐棚、保安围墙等，可以根据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进行工程。想知道更多，可以浏览屋宇署网页 bd.gov.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。